在那边站岗。在那边站岗，在那边站岗，请你不用来闹场，请你不用来闹场，请回去，不用来闹场，请你回去，不用来闹场，请你回去，不用来闹场，好，谢谢你，请你回去，不用来闹场，你们就开你们自己的记者会，你们就开你们自己的记者会，谢谢你们。你们就开你们自己的记者会，欢迎你们去开你们的记者会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喊口号：赖清德明显违法，赖清德明显违法，监察院别再包庇，监察院别再包庇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今天会在这边等陈菊等很久，要讲太阳花运动的精神。我等一下把监察院的问题处理完了以后，我好好的。跟你们谈什么是太阳花运动的精神，到底是谁背叛太阳花运动？我们今天在这边把话讲清楚没有关系，但我要劝告那几位，我要劝告那几位朋友，你们要开记者会，你们就去开你们自己的记者会，要开记者会去开你们自己的记者会。台湾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，欢迎你们自己去开你们的记者会。你们不敢开自己的记者会，跑到别人的记者会来闹场，这一点基本的民主素养都没有，真的让人非常的遗憾。但没有关系，他们丢完的东西，哦，这些垃圾丢在地上，我们等一下志工朋友发挥我们公民的素质，帮他们把垃圾捡一捡，哦，不要继续把垃圾啊停留在监察院的门口。